画面现场是南港区玉成里里办公处，里长特别结合里内的台北无极万圣宫、瑶池金母行善团，免费发送600份共1200剂的快筛试剂，早上9点不到就吸引许多里民来排队领取，长长的人龙从里办公处门口一路排到巷口。里民也感谢里长黄聪志对于大家的关怀照顾。很好啊，因为我觉得这样子有照顾到里民的健康啊。我们里长很热心，对里民很照顾，是好的里长。我是有去买啦，可是吼还是怕吼有备无患啊，对不对？现在好像黑数还很多呢，每天死亡都那么多，也是会怕。在疫情的威胁下，玉成里里长黄聪志相当感谢台北无极万圣宫、瑶池金母行善团发挥爱心，赞助快筛试剂免费送给里民，包括每年玉成里的奖学金发放与寒冬送暖，都获得台北无极万圣宫的协助。因为现在疫情的时期，我们很高兴我们的里民在南港路三段109巷10号有个台北无极万圣宫，他们行善团他来捐赠这个快筛，每户2剂啊，这真的是有如及时雨哈，而且这刚好每个民众都有这个需求。我们里办公处现在最近接到的电话都是里长有没有快筛，都在问快筛啊，因为有些特定族群哈，65岁以上或是5到11岁，还有低收入户，政府会有提供这些资源，那其他一般的住户还是没有提供快筛的资源。所以正好我们这个台北无极万圣宫这个主委陈明忠先生他送来这个快筛，让我们可以马上跟民众回复说有，我们明天就要开始发放快筛2剂哦，这真的是及时雨，让我们能够再接电话，每个民众都有快筛的需求，能够提供快筛哦。谢谢台北无极万圣宫的陈明忠这个主任委员。我顶年都有一个发这个亚东医院的这个迄啰，咱迄啰手摇杯啦，吼！啊，我伊分6000杯手摇杯，啊，分20天发，一天300杯安尼吼。啊，过即个，迄个宜兰阳明医院吼，我一天100个便当，我嘛发20天啦。啊，就是算讲咱疫情遮严重哦，啊，一出来吼，算讲来甲咱即个里内也好，啊，一个咱即个社会斗相共安尼是。啊，阮这是一个行善团啦，啊，即小可有即个资金吼，啊，咱就算讲有，啊，就摕出来发落大家安尼先吼，取之于社会啦吼，啊，用之于社会安尼先，就是阮是即个心愿安尼，啊是真简单啦，无啥物，就小小一间宫庙，啊，一个意思安尼先啊，即个遮艰苦的即个疫情吼，有一个安尼物件通用，我遮发。600份嘛，1200剂。我迄边四新里嘛，同款发1200剂安尼生个。哦，啊，都兄弟姊妹啊，甲生产团，倾一个资金出来吼，差不多30万啦，吼，啊来买即个快筛剂哦，发到大家安尼生。他们奉祀的是瑶池金母哦，要这个无极万圣宫，他每年我们里每年都有发放。自己里面的学生的奖助学金，包括小学、国中、高中、大专，我们都有发放奖助学金。那奖助学金有时候会有缺口，因为后来申请的都蛮踊跃的，大概有50几位学生会申请。那我们是，不限清寒了，清寒会比较多的金额，不限清寒，只要成绩达到80分就提供奖学金，所以蛮踊跃的，大概每个学生都很期待。时间一到，都会跟爸爸妈妈吵着说：“我今年成绩到了，我要去申请奖学金哦。”这个对也是在我们这个里的设计的形成一个佳话，就学生用功一点，就可以在设计里面有奖学金啊。有缺口的部分，他每年也会提供2到3万块来赞助这一块。还有每年的寒冬送暖，只要过年的寒冬送暖哦，他都会提供个红包哦，给我们15户到20户的里民比较需要扶助的哦。能够有好好的过个年的哦，这个寒冬送暖，所以每年大概持续性都会这么做，对我们里长来经营社区来讲，真的是一大注意，一大注意。
可以照顾到需要照顾的里民乡亲。是，阮内底师兄师姐讲发一个在1907年的元旦发一个就讲啊，无咱来成立一个生产团吼，啊每个月吼有要参加100块也好，200块也好，啊是300块，甚至较有诶伊讲啊，我出500、1000，安尼大家安尼请我来吼，啊每一个月资金嘛拢有咧做。哦，做安尼每一个月拢宜兰那边哦，差不多一个月250斤的米，啊，认养10个小朋友，啊，搁有诶，甲别个讲，伊啰功德会讲，伊有需要阮即个动作，阮嘛有甲斗赞助安尼先。迄、那个旧历个7月18，伊诶圣诞万寿林吼，啊，阮拢有普渡嘛，普渡所诶伊诶。所有的人若寄货也好，啊米吼，差不多发3000斤啦吼，啊伊的铺品哦，啊拢发互人安尼，历史的43年啦，啊，伊是在即、這个民国68年吼，九月咱的农历9月24吼，啊开工就对，啊到即马，啊我的爸爸妈妈伊较早都拢行即间宫庙啊。啊，阮妈妈较早是做宫主吼，啊伊在3年前吼、哦，算讲伊的身体都渐渐伊块的都过往了，安尼是啊，啊，阮兄弟姊妹啊，好，拢秉持这个说啊，将这个妈妈这个爱心，伊较早都拢在这乡里拢食迄落款的啊，啊，伊讲啊，咱阁继续经营落去，安尼是，所以我会在。1907年，阮妈妈还在的时候，我在成立这个行善团呐，是。谢谢电商人们，好，谢谢。早，有拿到湿纸巾吗？配合玉成里发送快筛，多位市议员的服务团队也特别来到现场发送防疫小物给里民，共襄盛举。今天我们是里长通知我们议员哈，说今天有那个送快筛的这有意义的活动，那议员也马上叫我带着那个我们的购物袋哈，还有酒精的湿纸巾，啊来这边提供给民众哈，一起我们来一起做好抗疫。所以里长非常非常用心啊，尤其在地方哈，他刚才有跟我讨论，他之前就有想要送，口罩啊，或者是酒精啊，可是现阶段哈，是因为我们政府对我们的这个防疫措施确实是有疏漏，所以送快筛是最实际的。那我们也是非常支持他，所以我们才会来这边一起参与这个活动。今天是里长，就是有一个公庙，吼，有一个公庙的行善团，那他有捐这个快筛。那其实黄里长他一直在地方上的耕耘都非常的辛苦努力，那他就发动了这个活动，他去找到行善团，然后寻求到这个资源来媒合，那就发给他的里民，那一人可以领到两份快筛这样子。对，那里长也是在这几天前就通知我们大家，那可以就是如果我们他在发快筛的时候，那如果我们有议员的团队啊，就可以来发文宣品，嘿，所以我们今天才会来到这边。今年特别是选举年，然后有这样子的经费来做这个文宣品。那其实我们建昌议员发这个湿纸巾已经发了3届了，嘿，3届选举的小物都是湿纸巾啊。其实湿纸巾就是广为大家都很喜欢，接受度很高，因为在外面的时候你擦桌子啊，擦擦手啊，其实都很需要这样子。面对疫情的威胁，玉成里结合台北无极万圣宫瑶池金母行善团的协助，为防疫尽一份心力，也获得里民的感谢与肯定。记者陈淑平台北报道。